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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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是卧底。太假了，不需要加这一句。商务的内容对着当着大家对。现场你带到角落对就可以。就对一下卧底的内容吧，去吧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你这卧底。那我就出去了。但是对了。就当着我们面对吗？对，首先这口号认真，然后这次就是。你是真实的在对。我可是真实的在对。但你不是。杨迪都不敢做这个商务了，心想何必要当着大家面跟我对商啊？来说，你们说吧。对，因为是让你给一些 Q 点。刚刚本来正想学来着。对，然后就类似，我们声音会不会太大了？没事没事，反正他们也没事干，一起听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奇怪到好奇怪。他会在中间夹杂着一句，这所以你的任务是，就像那种花絮一样的节目。是真的哦，真的在对商务。好好好。别的还需要我出去吗？啊！搞我！这节目组一会儿来一个神神秘秘、鬼鬼祟祟的，鬼鬼祟祟的对上我的，不是？他说我们口号要教大家一下，让青春鲜活一场，衣服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。三二一，让青春鲜活一场。应付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，好，可以走了吧？走走，我们跟他们说一声。导演摁住啊，外面的导演摁住。我们喊完啊。玩尬的，现在玩到这种就，到底要干嘛？应付俱乐部，我真的搞不明白了。来人了，来人了。什么东西啊！找啊！要出去对是不是？你是卧底。第二个出来了。偷偷对就是卧底。真出事了。他们表情好严肃。真出事了。就是通常节目会出啥事儿？场地的原因，我们直接被赶走了吧？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在演戏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像是在演戏，不像是真的。是，对，这个电影太劣迹太重了。其实这是两个核心，一个是现在生活大家都他也没说，他完全懵了。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应该尽量做减法。明白，好，好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，一定完成。没有给我对了个商务，真商务。你这样，我猜八九不离十的，肯定跟他说有任务。你在这个群里边要聊天，他不就站在那跟我说的吗？宝强哥，跟我对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到，跟你对的时候我们听不到。杨毅兄弟，你就说他跟你说什么嘛？他给我说，确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减负，就跟沃尔沃的品牌理念一样，环保。减轻负担，尽量的做减法，留住那些珍贵的东西。哇，你背的好快！因为我刚才看了好久，就这一句，昨天晚上就开始背的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我记商务的能力特别强，记商务特别强。工作多就是因为记商务记得了。我们口号是，我们的口号是，想让青春鲜活。先走一步，少了一个字。先走一步，先活一步，然后不是，然后走一步少一步。天哪，能活一天是一天，中国一天赚一天，直接少一大步。我们可以从第一名开始来选择想要的套组装。先选不一定好，万一选到一些坏东西，随便选。女士优先。你男士优先。你什么男士优先？女士。我选九。九是我的幸运数字。哦，你们俩走路的时候，你得稍微躲他远点。你他得这样走啊。今天全程都这么走。对，
行。